教育中心的中，在餐饮祝大家圣诞快乐哦，来到这个场所就充满欢乐哦。那我想刚刚在跟家长会长召会的时候有特别跟大家的说话，要办的这么大场，都这么的温馨喜悦哦。那我想新竹的孩子不仅会练习，而且还会玩的哦，多才多艺啊，舞蹈也会唱。我想在这里给大家自己鼓励啊，也谢谢能在享受幸福的同时，过好这样的氛围温暖。